家老板娘会自己 DIY 吗？这个比较简单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哦，这个东西是一个排风扇，算吧，算一个排风扇。那你要当电风扇也是可以的，可是主要功能是排风。我看这个是拿来打人比较好用的。打你吗？棍子啊，像不像一个棍子？好像也是啦。你知道他们用于哪里吗？这其实国外大型房车在用了。大型房车？对，他们在帮助他们的冰箱散热用的。像那种承载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型冰箱。但是我看我们这边都是用简单的风扇在散热而已。可是那个要手动啊。哦，就是那也可以用自动啊。也是可以。它跟开关联动就好了。啊，你要去开啊？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温度变高？哦，所以要设一个温控。对，它这个比较厉害，是因为它有感应器。在这里，它有一个温度感应器。啊，这个跟我们的那个。那个我们的。手写程式的那个是一样吗？就是我们有人写的一个缓启动程式的那个感应器是一样的，就是温控的，那个线控的。对，线控。对，这个可以手动，也可以自动啊。它就是一个开关，这开关连接是台湾做的，可是它只外销，它只做外销，因为他们在亚马逊卖，然后台湾他们只有自己卖。再来就我们家有卖，就这样子。这是一个开关，然后再来就是调速，调速。哦，来看一下风会不会很大。这样子也看得出来。微星座。刚才猜。可以啊。这是最高的、啊，这是最高。哦，这最低的。没有，这才是最低。你应该这样看看，放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最低的。这是最低的，有微风。微微的风。对，然后第二段，风越大声也会越大声啊，那是绝对的了。有没有？然后这是最强的，这样。然后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定时，应该侧边它才可以出现吹吧？你我刚刚拿这，你又说不行，拿又不行，我给你开啦，你给你开啊？对啊，哇塞，你被开安了，开不出它在吹啊！来来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在吹，来这样子就好了，来。这样哪会准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吹我头发就对了，没礼貌。过来，来，你看。有没有这样子，不要动，没有，这雪被你扒了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后面的那个都吹起来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有没有？整个都吹起来了，有啦。你们各位没有听到那个风的声音，呼呼叫的声音，有啦。哦，这个，就明明就有。对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调低一点。哦、OK。调低的，这是它的风速测试啊，哈。然后它吃的电源呢，12V，其实很省电，非常的省电，因为它用的线材非常的细。你看，那个细到哈，大叔都质疑它这个会不会有。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还打电话去问厂商说，为什么线这么细？我上次问过他，他说这电流没有很大啊，这样就好啦。因为之前就问过了，东西是外销国外的，应该安全性会很高。安检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再来。然后就因为我现在开这个两个开关，一个是手动模式，然后一个就是自动模式。自动模式的话，就是它温度达到的时候，它会自动驱动。好，那你把按温度是指什么？温度啊，你的这个空间的温度啊。啊，对啊，多少啊？如果它40度的话，它会自动启动。40度才会启动啊？对。我来电软细啊，你确定是40度？就我记得是40。我记不丢吗？如果说20度会关掉啊。20度会关掉。对啊。那几度会启动？拿说明书来看嘛。
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旁边这一台逆变器在驱动的声音 ，OK。对呀、啊，没错啊，20度以下它会自动停止运转，然后20到45度它会自动控温，45度以上它会全速转、啊、所以20度以上它就会，它会就会驱动，只是它的风扇的大小会因为温度的不同，就是段数不同啊。哦，好，那你用这样子，那现在有驱动吗？现在没有啊，我现在开手动没有啊。手动，嗯 ，auto。哦，没有，来，你把那个捏着捏着，它然后不会启动。你说，因为我们人体的体温很高嘛，你捏着、那個、这个感应的那个头，感应头，哦、哎，我来捏下去，哦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个看不出它的段位哈、哦。不过我们这边已经启动了、哦。有啊，它有在转啊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样拍不出来，一样卫生纸来。你那卫生纸太厚了，根本没办法。那你不会把它撕成人家那样的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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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有看到没有？但是没有听到声音没有？这个没有啊，他就跟你说温度啊。他在什么低速的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。你可以拿那个，哎，我电脑现在没有测温度的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冬天适合，夏天也是，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还是需要让里面的空气维持一定的良好品质啦。因为如果整个都密闭的话，你的那个二氧化碳容量会非常的高，所以用这种东西是可以的。那还有呢？再来，还有什么适合？什么适合这种的？这个？嗯，我刚好想说把它放在那个。那个？冷气的斜对角、啊，冷气的斜对角，对啊，哦，增加我们的流动率啊，流动率，但是冷气可能就要改成那个什么自动手动的了、嗯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现在温度没有办法达高哦，现在就是这样啊，它还是有风，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拉那么高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然我们来加热一下东西啊，你要加热什么？那个。瓶子拿来，那个热水器拿来。不用啊，你不会把你的那个哦吹风机、哦，吹风机拿来吹就好了。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我来可以，我来可以。看，我把它手不要握它，它马上停止。放这个地板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低于20度啊。有人要把它加热了，好看看，啊，看看哦，这是实验的精神吗？一样是 auto， 你帮我拿着这个啦，然后看它到几段啊？但是这样听不到声音吗？没有啊，看风力就好了。有吗？有那个了吗？但是它自动的话，它不会出现段位啊。吹风机的声音太大声了。对啊。听不到这里的声音、啊，那你要靠近这里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靠近它就有听到声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很大声？对对对，是比我刚刚用手大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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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测试结果是 OK 的。你看，马上有关掉有声音了。有。那我现在没有摸，它可能慢慢的就会。欸、很你看它慢慢的，慢慢你看。哎、欸，又慢慢消失了，慢慢消失了，也算是很智能的那个控温呢。对啊。但是，这个它只能做这个形状，好可惜啊！它如果有更多的形状，其实应该是做这一组了。哦，主要是这个。主要是这一组，对，这一组、啊。那我们是给他买这个套件回来就好了，也可以啦。他应该想杀了我，不要好，人家这个研发很贵的。因为这一组东西，如果可以配合各式各样的那个排风扇，因为我们车博有时候修理车不需要这么大，有时候需要这么大。你知道这个刚好放在那个汤妹斯的中排窗户上刚刚好，直接用磁铁吸啊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有附他的那个这个啊，这个是磁铁啊。
哦，可以吸干电脑，你这个拔起来得了。你小心不要不要撕，这种话有没有？来，你拿去。我现在。哦 ，OK， 你先放在地上。哎，还蛮轻的。那你也可以换方向，你要这样也可以。哦。啊，可是你这个要换位置，它这有两边。它是有两个，就是你可以换位置，就是随意换位置。那你他妹是有可以吸，那我们有啊，铁板啊，在哪里？他有附铁板吗？不是啊，他妹是的铁，蒙的是铁板啊。那如果没有附铁板怎么办？啊，就是去买小磁铁回来贴上去就好了。来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他附的东西。如果没有铁板，那哦，他有附这个。对，你看这个东西啊，你吸看看。这个现在没有，它现在背胶啊，它这个是要给你背在那个的呢。它除了背胶，你看这边看到这里有螺丝孔，它是这样的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啊，这里也可以这样、啊，看到。欸，所以小车也是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就是、小车它就是背胶在自己贴在它要的位置就好了。对啊，啊，那我说如果背胶，今天不一定要用背胶，你看这个有。可以怎样怎样？它可以锁啊！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很小的那个螺丝孔，可以锁、啊。它叫潜水艇啊。嗯，潜水艇。哎、欸，还我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们先把它放在我们的汤面池来试看看嘛。然后这个东西放在店里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嗯，大概一年。没有啦。没有。它哦。从开始讲开发到我店里大概大半年啦，已经半年了。对啦，然后后来，我想看哦，大概两三个月前送来给我了。我有在店里测过，我知道风力很好。哦。对，可是因为他那时候一直在调整，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温控这件事情。啊？所以那个后来又送来了？没有没有，他刚开始第一版来是没有温控，这是后来的。改版，他们大量生产之后改版的，有不错不错，这我们台湾 MIT 发明的哦，对，是台湾的。先跟各位讲，这不是大陆，他这个是做外销，那个他们都在亚马逊卖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亚马逊卖100块美金，啊，台湾卖多少？2900。哦，低于亚马逊就对。对。那、啊、我们这里的排风扇几乎都是他们家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排风扇只有卖他们家的。我们有台湾的东西好，我们就卖台湾的啦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对岸的东西好，我们就卖对岸的。哦、OK，